同大家讲一件事，其实我家族系有高血压遗传史嘅，我亦就因为高血压呢个问题诶离开咗。我老豆咧而家都举手之劳，我仲未知。我记得我阿爷当时高血压瘫痪在床上边有几年，我读高中嗰年我就系用尽我全身嘅力去扶佢，我扶唔喐，因为佢太肥啦。所以讲冇边个肥人会系健康嘅。无论你用咩方式瘦落嚟，只要你去暴饮暴食，绝对成功发达。简简单单又一餐，牛肉冧到白。未瘦之前你系农人，瘦咗之后你可能系金城人。对自己外表嘅负责系最基本嘅认知。